化妆品业者针对不同族群设计的保养系列。记者邱巧珍社，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透过三种行销，能更有效抓住不同生活形态的消费族群。化妆品产业亦然，年轻族群、熟龄族群、小资女、定级客不同尊重，因此各家化妆品牌不仅有入门款产品，当然也有顶级系列。香奈儿奢华精致系列是品牌的顶级系列，使用者多是愿意宠爱自己或是具消费力的顶级客层，而不时的长途飞行更是奢华客层的生活特色之一。因此香奈儿全新推出香奈儿奢华精致复活喷雾，可用于妆前保养或定妆，旅途中飞行时随时赋予肌肤清新感受，有效防御环境的各种侵扰。香奈儿研究团队集结三大成分打造完美配方，五月范尼兰水精华强效抗氧化保护作用，合欢草萃取精华蕴含丰富能量，可加强旅途中肌肤循环作用，减少肌肤疲态产生。采用分子量各异的三款玻尿酸组成，作用于三个不同肌肤皮层，瞬间滋润肌底。香奈儿奢华精致复活喷雾18毫升三罐补充瓶9130元。香奈儿提供香奈儿奢华精致复活喷雾耗时研究设计出无需加入推进剂的喷嘴与配方，针对保养液进行精准分析，深入研究其喷洒范围与角度，使其发挥极致功效，可于精华液后涂抹乳霜前喷洒，做为保养的日常步骤，或作为妆前保养或定妆使用。